为什么只有居民有义务要去凝聚共识？我们一直都在凝聚共识，是你们不愿意协商。那现在退补会到底有没有用一个礼拜时间去跟各部会确定说，到底哪一天可以跟自救会专案协商？不，你们这种方式哈，我找别人来是大单单位事，跟我坦白讲。好，我们叫浪费时间，面对居民叫浪费时间吗？这就是退补会的态度吗？你们这样的方式是在，这就是退补会的态度吗？不是退补会态度，你现在在说面对居民叫浪费时间吗？你们这样的态度就是在浪费时间。过去我们也很诚信的跟你协商，我们希望在台面上哈，在跟副主委处理好大关社区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副主委多次哈承诺说要处理，说多次说要解决，好，然后甚至还有一次的协调会，好，曾经说过说我暂时哈不会拆也不会卖，好。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副主委，就直接送了强制执行，那我们居民情何以堪？我们居民会发起那么多抗争行动，就是因为强制执行下去，我们根本没有收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安置方案，或是说任何的住宅方案在哪里，居住方案在哪里。我希望这个副主委你能够理解，并不是我们在破坏那个信任感，今天是政府先动的先动作哈，就是政府为什么过去是跟我们谈说要跟我们好好处理，然后跟我们好好解决，结果我们收到的是什么？直接收到的是强制执行令，好，直接收到一份公文说要强拆大关社区，那之后就完全没下落。每一个人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也希望是说，大家是不是你们，你既然已经有自救会，是不是大家也你们内部也能够大家再讨论一下，就是不是有一些的更好的一个创意。那当然，在政府这边，他们也必须要，因为他们也受到各种法令的限制。因为并不是他可以说我今天为所欲为。今天如果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会不会好理弄中国文贼？不理他，只是一个退股会的副主委而已。他超越他权限的，他完全没有，无能为力。啊，社会住宅它是只租不售的住宅啊。那因为现在房价很高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出租的对象，除了一般的这个一定收入以下的民众以外呢，还有针对30%给经济或社会弱势的民众，是特别针对他们。盖房子其实它是需要时间跟资金，还有土地。那其实台湾的空率很高，台湾的空率大概10%以上，台湾至少有85万户的这个空屋，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推动把这些空屋哈，透过一些政策，希望把它释出让这个需要租屋的房这个民众啊，他也能够来这个获得这个所谓的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社会住宅。那这个部分哦，我们目前106年在6都哦6个直辖市都有推动。那新北市的部分它有2200户，目前来讲可能包租代管对各位来讲可能是比较适用。社宅哈，它有三个问题，就是租金即使有减免哈，而且在完全不确定的事情。好，那租金我们居民根本就无法负担。好，那租期的问题就是说，你最长才3年，那3年之后我们居民又要落脚何处？你们这样等于是踢皮球。好，那又是地点的问题。好，我们居民已经很长时间住在这边，然后生活机能，然后我们的网络哈，社区网络都已经在这边，然后你让他们搬到社宅哈，是拆断哈，拆散我们的邻里网络哈，然后包租代管这个事情呢，你们现在是新推出的方案，那你们不可以把我们居民当作你们政策的白老鼠。我们10月中包租代管新北市才结标，那现在是根本就毫无下落的事情，你们怎么会拿出来就说要谈，这简直是搪塞我们居民的方案。那这我们要指出，这根本就不是好的安置方案。当时的一个管理单位自治会，他的一个遣散就是因为当时一个风灾嘛，可是他当时一个风灾就是没有后续处理到他招商进来的一些住户的一个居住问题，他们也才会继续住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的政策其实，他当时配给以及招商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谈到说后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先做这样一个理清吧。留下来的有很多市中民，更多的不是中民，为什么没有安置？因为他不认为他需要安置你啊，他不认为你有他有安置的义务啊。我阿妈唔捌字啦吼，我阿妈啦买住宅一定要有客用啦吼。我坦白跟你说，如果你仍然是什么都不谈，那就免讲，为什么？因为讲是加开时间的，否则我愿意。四月
之后，退服会就没有再进行协商了。甚至退服会已经招标了。四十年来哈，我这一级的哈，就我来是四十年来就我来过了哈，三次了。你那边我也是讲哈，你那边讲这块，你又想。如果新北市政府帮你做一点事你不一定要满意哦，卖港让给你走动工嘞，你给人糊弄哈，你要这种态度，安尼我坦白讲哈，那我也准备帮忙，这是政府应该尽到的责任。我同意。不要讲说好像是你们的善意，你们的恩事。我从来没有讲恩事，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我同意，但是这是帮忙。这就不是，如果是应该做，那就不是帮忙，我们不要阿谀。好了，不。我们还谢谢副主委李副主委哈，谢谢那个。有委员哈，感恩你们大家来听我们心声。我今天姓文川，我住在这里几十年。当时我为什么会买这个房子？因为住了居住权。我们是很难过。现在今天走到这节骨，你希望我们怎么跑？政府他忽视了这样子历史脉络。而整个地方政府也默许这些居民住在这边，所以才会有这些聚落产生。我希望李副主委你能够肯认过去这样子的历史错误以及政策错误导致的聚落，而不是说今天我们来只是来单方面解决，感觉好像有提出一个善意的方案，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解决到最根本的问题。第一个，他的决定权在法院不在政府；第二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谈，那你就请法院来跟我们谈，你干嘛开记者会？好了，来，你就是一直法院，请你开记者会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肯，那对不起，我们愿意，不肯。你刚刚一直在说要专案协商，好，我看好。接着第二点就是这样就请你回去思考，要不要专案讲可以？你们如果要是这样问题处理过，你们回去想清楚你们如果都用这样的方式我没有兴趣，真的很简单。好，没有兴趣。法院，如果你都是用这种方式，我来跟你报告，对，来了就争议协调，强迫你们接受，然后你现在就叫我要专案协调，立刻提出来。要专案协调，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说一个礼拜内跟相关部门？我再说一遍，确定你还是没有听懂。一个礼拜之内，如果给自救会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专案协调？直接跟你讲我很乐意你们回去想一天再回答。你们要这种态度，那对不起，我没有心情找别人，好吧？就这么简单。我们已经提这个方案提这么久了，是退服会跟相关机关不愿意谈，然后今天你说我们没有诚意，说我们居民自救会没有诚意，我们相提了相当多次了。我不是这样讲的，对不起。我说，如果你们要用这种羞辱别人的方式，我们哪里有羞辱？我们不要在这边聊天。我意思说，你们用一天的时间思考啊。那被安呢，大家来听我他们讲，我无时间嘛，无处理。那我问一句，来，我们先请刘委。好，法院请你自己去处理好不好？法院是我们要自己。法院我也没有权利处理啊。那在我个人认为，今天不就是专案协商会议吗？今天把内政部、把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把立法院、把这个地方政府、台北市、新北市都找过来了。也就是跨部会，大家要知道，在整个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各个部会有各个部会的职权，所以退伍会有退伍会的职权，退伍会它只能够照顾荣民，不是荣民的不在退伍会的职权范围。那新北大家居住在新北市，所以是属于新北市的居民，所以新北市今天也来了。那这个居住因为社会住宅跟内政部有关。所以内政部今天也来了，那因为牵涉到我们两公约的居住的人权，所以也把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也找来了，让你们来参与，那个我觉得是应该的，本来就应该。不过我还是觉得说，这个调整，你要做民意来把它当做民意，请当时来正义先导。现在这个时代我就来跟你报告，你就讲我正义先导，就没强迫你接受。什么时候能强迫你？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一直我们一直要这样态度我告诉你，我要开时间了，赶紧讲告别人我没时间跟你规章制在这边斗口角，好不好？我的意思说，你不一定要信任政府那大家一起来参与你很多意见跟我不一样，但是你就先就来报告就是正义协商，就强迫你接受。所以副主委到底能不能承诺后续到底没有专案协商时程表到底在哪里？如果继续再拖下去，大家的强制执行还一样在被扣钱，很多人。他薪水账户都被冻结，甚至还要去打零工来维持生活。还刚刚还有阿姨是贷款来付强制执行，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没有时程表？还是要继续拖下去？好 ，OK， 好，
我就跟你说嘛哈，你希望我赶快提供给我，你现在刚提交要时程表，你这样子我怎么好好跟你谈事情呢哈？哦，我这样跟你讲哈，我来处理，我明天写一动作。那我是建议，你要我把你当朋友，你首先要把我当朋友。好，你如果是你们都用这种态度哈，我白讲了哈，我想没啥处理，你讲好。你看我已经七十几岁了，哦，你要叫怎么办？我叫不管什么事情，哦，你们的政策好也好，坏也没有办法，哦，因为在法院那时候在协商起的时候，法官没有一个人向提供我们居民，哦，什么方法比较好，啊、哦，拿了一句话叫财务完毕，以华生政，华以外还有情还有理嘛，哦，我们希望你们在这为官员定。等等店帮我们哈、哦，好、哦，帮说支持一下了，帮忙一下了。其实这个案例也不是只有我们大官，我们也看到绍兴社区，也看到三义部落，也看到各个对面这些问题都存在。可是在这里，就像刚刚这个主委所，副主委所讲的，他也希望，既然大家都已经组成了自救会，也希望是不是大家能够发挥一些的创意。在这样的一个法令的限制，在这样的各个机关的他的职责的一个限制之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创意的方式，能够大家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共同来解决？就像说绍兴社区，好了，他们跟台大，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方案出来了，大家共存共荣，或是山阴部落也一样自立造物的方式出来了，所以这些都是透过一个创意，透过不断的沟通协调而出来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也很期待，是不是大家也能够用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共同面对问题，因为这个是历史因素留下来的，不是这个李文忠他个人所造成的。说实在的，严格讲跟他是无关的，因为他只是来当副主委而已，对不对？可是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变成下面党这代及下面党虽小，我想我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就是不是在一个共识状况下提出这样的一个成案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定也是提的，就是带着这样一个非常质疑的心情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会议。所以就是前面其实我们无论记者会或者是到陈委员那边，其实也都有提到过，我们其实后续的一些处置，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参与的机制。